常在买这个套房型的小宅的时候，常常会很容易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一开门就发现，哎，灶在旁边，那个瓦斯炉都在旁边，但这个在风水上面它是一个不好的，开门见灶是一个不好的格局，装潢上其实是可以解决的。那么对风水来讲，开门见灶就是主破财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讲以前的炉灶都藏在后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来强调民以食为天，所以呢，这个食指的就是财，财不能露白，所以财要放在最后面。所以古代的时候，灶是放在最后面，厨房你看不到的。可是现在的套房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设计，所以开门见灶，那么就看门左边右边就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会有。通常来讲呢，我们的传统做法，也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把它铺上一个就是漂亮的一个布盖起来吗？盖起来，对，这样就 OK 了。是，那就化解了，就看不到，这么好，看不到电磁炉了。我去永乐市场买一块布就好了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穿堂风怎么打？怎么解决？对啊，这也是。那个膝关节想知道，这应该所有套房都遇到的问题啊。对，阳宅第一凶最忌穿堂风，穿堂风还是破财，所以小套房我们最怕的就是财不能聚集，也就是说，好像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就被关在里面，永远不得翻身的，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。所以呢，在穿堂的设计上面，其实对风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禁忌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张图面，基本上其实它的采光非常好，也就来自于对这一个所谓的大面窗。那么可是我们也发现，很多人为了穿堂他做了玄关，那这个房子来看，我看来讲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玄关的。那我们通常会在这一个就是阳台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它密闭的这个景观的窗户，我们会做一个局部的遮挡。那我们可以窗帘吗？可以。那么可是这个窗帘要坐在哪个位置？就是这个开门的那个对角线。开门直角就是开门的对角，这张图可能给对，就是这个开门，我这样直接拉过来，拉到这个对点，我可以在这个点做一个造型。那这个造型来讲，它可能可以是一幅画，有可能是一部比较重的窗帘。对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这一块，光线不就被挡住了？就这一块，因为它看它的门有多大。对，那其实旁边还是可以有光线的。就只有那块挡住，就跟门对的那块。对，平常你可能出门要离开的时候，就把这一个窗框拉到这个对角，也就是他一开门的时候又化解穿堂的问题。就一打开门不会看光光，不会看到外面去，就叫做挡住了。老师一说，一打开门我看到的先看到画，对，窗画，窗画是正常的画还是一幅画？挂在窗户上面。这个就要看设计师这边怎么做配置。他可能就把这个地方假破坏视觉上面的美感。大家看到是气质普罗旺斯。哎呦，你要把那块板子拿出来，这不算了。要有地方用。对，还有你有一个在乎的问题是那个阳台，大家集体外推之后，你想要去运用它，对不对？我的想法是说，它在那个窗户，它其实有点角落的地方了。对，那它光线很好，是。所以我之前第一个，我觉得光线太好的地方不是太适合做书房。因为其实你在用电脑或是在阅读的时候，其实那光线反差会太大。对，那其实那你需要一些收藏，所以因为其实这个整个房间里面，你的收纳以后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那我以前的经验是像这样的角落窗，甚至我们叫八角窗，那个窗的下面的地方我们会做一个卧榻，对，那就是类似一个一个窗边的一个沙发。它其实是比较固定型的，但是它会照你的窗户的形状去做一个。有点像是一个休憩的地方，然后下面是可以做收纳，因为下面就是柜子，那上面是有卧榻或软垫，你可以做大，有人就做沙发大小，椅子大小，有的人就把它做成一个，我有朋友来可以窝在那边喝醉酒，可以在那边躺一个晚上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就变成像一个，有点像一个乡村的一个小角落，光线很好。那其实这是一个处理方式啦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刚才郑老师说，他其实假如要去挡一个穿堂这个风子这个问题，其实就可以用一些比较当地的一些元素、材质元素、石材啊，或是一些比较属于农村的乡村风一些元素，去把那个东西装饰起来，那其实可以变成风格的一部分。然后我会建议那个落地窗，预算够的话，把它打掉，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猜它一直留在那边，是因为当初没有人花钱把它打掉。它实际上它的地面处理应该跟你里面室内的地面同一个高度，不应该有个框，那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存在，那你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更舒适一点。OK， 好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冷气管线那个问题，但后来好像听大家讲，其实那个东西还蛮好处理的，是吗？
他不想要冷气管线外漏。有两个方式啊，第一个方式就是把你的冷气移到你的管线出口的地方，嗯，它就挡住了。你现在是因为管线出口在这里，冷气在这里，所以它一定要拉过来嘛，你就把冷气移过来，因为你没有隔间的话，这件事相对好处理一点，嗯，你就遮住了。第二个就是其实你就利用那面墙去处理出南发普罗旺斯风，你每次念都要笑一次。我们把它的那个管线啦，啊，包装成咖啡色，然后上面放绿色的藤蔓，这样有没有南发普罗旺斯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在风水这是很忌讳的。它那边有一条蛇在那里吗？我们当然是讲的是说，风水来讲，所有的管线外漏的话，在风水来讲都是跟心脏跟循环血管。可是我已经把它包装了，它就不是管线，它是南发的巴黎巴加藤蔓在上面了。如果你把它涂成不同的颜色，在风水来讲它有不同的煞气，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装饰把它装潢起来，藏起来遮掉。对，那至于说您提到要用一些什么藤蔓啊，爬藤的话主官司口舌是非，那我在这么他乱讲的，不要理他了。所以这个是绝对完全不能被采用的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啦，因为根本就不专业。那个让雅云老师及时阻止，免得你那个踏出错误的一步。他回去会换风格了，我猜。换风格哈，他应该不会用南发普罗旺斯，因为他很担心会把那块牌子送给他。不会啊。我们今天的那个膝关节，因为他用他非常挑剔专业的眼光去挑了房子，然后我们也帮他解答了所有的疑问，他到底挑的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下回来，我们要让专家给他打个分数。